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啊，那我们也，那我们谢谢我们的颁奖人啊，啊，也谢谢我们的颁奖人啊。好，接着颁发我们社区的志工上，请我们的凤兰姐邀请一位贵宾来颁奖。爱莲主委来给我们颁奖。好，欢迎我们妇联会主委冯爱莲冯主委上来为我们颁奖。好，我们念到名字的志工姐妹，请上台。上林社区李秀凤，好，上林社区李秀凤姐妹，好。第二位，中山协会王静子姐妹。第三位，三林社区李真英姐妹。好，恭喜。好，都有来哈，恭喜。第四位，高原社区杨秀娟姐妹。好，秀娟有来哈。第五位，中正社区秦游碧慧姐妹，来，中正社区第五位。第六位，凌云社区周凤春姐妹，好，恭喜。好，第七位，高平社区邱玉英姐妹，恭喜，恭喜。第八位，三和社区杨庭香姐妹，也是我们。三和社区理事长夫人啊，乌林社区彭许良梅姐妹，恭喜恭喜。黄塘社区田丽云姐妹，恭喜。以上十位，好，再唱名啊。第一位李秀凤，第二位王静子，第三位李真英，第四位杨秀娟，第五位秦游碧慧，第六位钟凤春，第七位邱玉英，第八位杨庭香，第九位彭许良梅，第十位田丽云。好，以上十位，来，请我们颁奖人来，大家给他的一位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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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大家一起来，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嘿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嘿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嘿，哦，还没颁完，好多奖品啊，来，谢谢他们，恭喜他们，哦，来，再要有献花吗？要有各社区的姐妹朋友理事长，你要上台献花，一并上来一起献花。尽量往前啊，往中间都可以。好，来，先大合照。好，补充介绍，我们龙翔村长彭春兰彭村长您在现场，来挥挥手，谢谢彭村长。好，来，谢谢花。好，这是摄影留恋的时间啊。好嘞。上林村的刘部要单独合照，来，大家赶快的，现在没关系，就是开放时间，尽量摄影留念啊、哦！以后这个传给子孙啊，告诉他阿嬷有得奖了。来，我们热烈掌声，恭喜今天的秀姐，恭喜你们！来，有上林村要留下来一起再合影是吗？好，有吗？好。好，有了，跟我们各位长官一起合照的，来，一起来，给站出来一点照哈，这样才看得到哦。来，往前面站都可以，哎，示意台这边都可以。好，来，艺术员要赶快去加入阵容合照。Thank you.
哎，他刚也起麻药了哈，求奉养中他哈，感情越来越融合。不是，好，谢谢啊，中山社区发展协会，恭喜得奖。